跳 locking 真的很难，那跟八个发动机在上面，有的加95，有的加98一样的，真的感觉不咋地，不咋地。其实不用排 locking， 你知道吗？嗯嗯，就是这段音乐特别适合三儿用手指舞。哎，就是那种怎么哎呦，三儿。好久没看到这个，还是那样，很华丽，但是什么都没做。感觉像做了一样哈，其实感觉像做了很多，重复了两遍。你们有一股劲儿，是我不服，而且这股劲儿刚好跟你们选的这个音乐和你们表达的这个情绪是很匹配的。虽然你们没有设计太多的所谓的故事线的东西，但是从开始你走过来，把这个布拿开，还有一个肩膀上的灰，这个作品，这个艺术品已经在这儿吃灰太久了，呼，敞开来，然后就开始，然后你们的这个，哎，哦，对不起。盖着布还为什么还有灰呢？逻辑怪，好主意啊！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啊？他是说就是放了好久以后，然后才盖了布。哦，那这样的话说得通。对，你们的能量。会让我想要给你们更高的分。编排上我很喜欢你们前面的一些很气氛的那些编排，然后就 slow mo 的那种感觉。四个 B-boy 做一些组合的东西，你们的气势是好的，所以说气势大于你们的编排跟舞蹈，所以我给的是95分。其实刚才大师团真的特别给力啊，从你们站上来就开始尖叫，感觉你们充值了一样。涛涛喊的真的很大声啊，因为充值了。就是他们从一上来，他们很认真的去跳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很搞笑的舞，所以就是这个点，我们就从头就是一边叫一边笑，就他们真的很认真，但是我们真的很想笑。这个就是鸡哥一生追求的境界。鸡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已经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境界。来，鸡哥，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挺炸的。那么多的 B boy， 而且还跳 locking， 跳 locking 真的很难。那跟八个发动机在上面，有的加95，有的加98一样的，真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对，加的油是不一样的，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但是那些 breaking 的招都没有掉招，非常给力。鸡哥，你问问瑞桑怎么样？瑞桑看那段 locking 直摇头。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これはもう男だけでしか見せれないパフォーマンスだと思います。ロッキングもこんなに忙しい練習の暇もない中で、速いテンポでダダダタタタタタタタ。皆さんすごいね頑張ってたと思います。ちょっと厳しい言い方するともうちょっと質感は上げれ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もう時間をかけてね、ロッキングは練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リュウリュウリュウな感じですね、すごいです。リュ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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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ロシカ。不咋地不咋地。不咋地。No, I'm kidding. Obviously, that was really, really 非常好。